习作三之四第一题，如图三角形 ABC 中已知珠为 BC 的中点 ，AM 等于 A 珠，视任珠 C 大于 MB， 因为他有先说 AM 等于 A 珠，然后因为是中点，所以 B 珠也等于珠 C， 用两边和大于第三边，所以 A 珠加上 B 珠会大于 AM 加上 BM。然后 A 珠等于 AM， 所以可以消掉，会等于 B 珠大于 BM， B 珠等于珠 C， 所以珠 C 大于 BM。鼓掌。